我们还带进化。没有，怎么我要搞？没有，还可以。他们反交流。不是，我这一个头也没有，什么意思？我操，兄弟，巨难受，343块钱。我们一级可以跟他们打，一级他没双斧倒是可以，但是我一级学的 E， 啊，算了，双斧打不了。雷兵推线升二，啊，不过你少个闪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没交就死了，不让猫交了闪，只不过我有进化。这个人没死。啊，对不上，对不上，下来。净化虚弱，下。阴险的穿进去。卢仙出装视频今天晚上就会发了，兄弟。我现在会选择海妖这套，因为我要二打多的话。打他走，打他走。掉到后面去吗？这个人，他非得从这儿过来。再上台的可以，明天再下来。哦，打到底，打到底，不出去了。四分钟，小鸭三，小鸭二十刀。选猫加德莱文打硬，完全玩不了。应该是压了25。那不算在我头上了。这把必须一血前耻，兄弟们！我进化跟他需要一起的。15秒，他点好，点好进化没？我点好需要没有？不着急吧，这波打不打野估计是下来的。OK， 不着急，我们等回推吧，等回推怎么打都好的。打野在上面。那就把这波线吃完就可以打。双辅助很强啊，兄弟们。这牌很强。我把皮上线稍微轻一点。他把从人用了，可以打。常见跟我们对拼的资本。啊，他走位，这猫走位把我 Q 扭了，我操！对你，能抽线？我就直接演，好像不行，我好像要这个，推吧。你吃那后排兵，后排兵 A。哎，我不是这样。但是我呀。
前面还是出不来那什么的，我因为我先买多单键，前面是出不来那个。我靠，坏了，你还不如不过来，我炮车只吃了28块，只吃了20块。我是正在吃远程。你吃远程吧，去。远程前头。这次我们只碰了一个虫子。为什么两个虫子都被那个抢？知道哪里？哎，没 K 到，天才小鱼，好像打不了，龙太肉了。我可以打他们，我有惩罚了，你可以补。一直拉他，我没给他距离，急死了。呀，我开心离，恭喜我，给我吃一个东西，吃，能吃。西满工作装是有惩罚的，但是你从别的地方经济来源多的话，它惩罚出的就很慢。这是哇这魔我点黑沙了啊，脆的一不吃，怎么敢妄想挑战我的伤害啊，我真是搞笑。我们女的好